好，以 A 负五四为圆心，且与 x 轴相切的圆的方程式。好了哈，哇，圆心有没有看到？圆心啊，好，圆心有。啊，我们要找圆的方程式嘛，圆心有，一般上我们再找个半径就可以了。好，每次以 x 轴相切，以 y 轴相切，你就偷笑了哈 ，OK 嘛？一定跟它圆心坐标有关，其中一个啊 ，x 分量、y 分量，这长度是那个，的大小就是它的半径 ，OK？ 那我们每次做手画一个图就好了哈。好，画一个示意图 ，OK 吗？养成习惯啊，养成习惯。好，负五四，负五四咯 ，OK。负五四以 x 轴相切啊，对不对 ？OK 吗？啊，以 x 轴相切啊、哦。好，这 A 点是负五四啊。好，从这里我们知道什么东西？哎，知道哪里半径多少？所以你的半径是多少啊？这负五四对不对？长度负五四嘛，所以这个长度多少？这长度刚好是四啊 ，OK 嘛？这长度是四，这长度是五嘛 ？OK， 负五四啊。好，这个四啊，哦，因为以 x 轴相切 ，OK 吗？好，有时候它会出成以 y 轴相切啊、哦、，x 轴相切，爽爽是怎样啊 ？OK，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哈。哦，画一个图，所以半径是四嘛 ，OK 嘛？OK 吗？好，所以所求啊，啊，那就这样啊，你画出来就好了嘛，这个图形画出来，所以就这样 ，x 加五的平方，哦，半径为四 ，OK 吗？你就说半径为四啊，半径等于四嘛 ，OK 吗？半径为四 ，OK， 所以啊，就这样啊，啊，因 f 五四为圆心 ，OK 吗？这样啊。好，因为啊、哦、以 x 轴相切，所以半径多少？半径为四咯啊，就好了哦，画图啊啊，根据这逻辑推一下 ，OK。所以 x 加五的平方多少？加上 y 减四的平方等于四的平方咯。好，这个可以展开哈，或者写到这里就 OK 嘛 ，OK 嘛，是 x 加二十五加上 y 平方减掉。8 y 加16等于16咯 ，OK， k 掉 k 掉，所以 x 平方加 y 平方加10 x 减8 y 加25等于0 o、okay、k 嘛？好啊，嗯 ，OK 啊，好 ，no problem， 来，我们确认一下答案有没有对嘞？耶、yeah, ，有对啊、哦，好了，所以就这样啊、哦，以后你记得哈，对不对？以 x 轴相切或以 y 轴相切，你图画一个图 ，OK 嘛？一定它的那个距离啊，半径距离跟那 x y 坐标有关的 ，OK 啊？啊，好了，就这样。